现在是中午，马上1点钟了。我们现在准备去吃个午饭了，他们应该都起来了，一起去吃个午饭，然后出去玩一下。其实我们今天起来的还是比较早，刚才给利奥拿了个鸭脖，但他没怎么吃，刚才一直玩，在玩，应该是不饿。他耳朵是玩过来的，是吧？玩过来的。利奥马上要立耳了，利奥走，找大白玩，走不走？他不走，他吃东西的时候就不理你了。行吧，我们收拾一下，我们就走吧，去吃午饭了。你好，吃完了吗？好，走了。你去找大白玩，算上。房卡拿着。他们就住我们旁边。走，找先找一下他们，他们还在房间吗？下去了。走，走，你在逗他呢，下，他笑的这么可爱吗？下，下，你俩下，走，走，我现在下去了，走，找朋友，走，哎，大白，大白冲的好厉害，前面那个广场上了，前面广场上，缠住了，随便秀一下。来来来，我们到前面广场上玩啊！前面广场随便玩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他们先熟悉一下，熟悉一下，闻一下对方，发现没什么问题，开始。干啥？等到我们到广场上去给他们转一转。那大白好激动。大白啊，跳起来了。到前面，前面可以，前面很空旷。来来来，走。看看看看。他们两个好嗨哦！我的天！哇，这边牧长大了也控制不住啊！太快了。对，你要想追他的话，他就溜你了。来，再来，再来。那大白还好，大白那种胖的那种跑不快。没有人，他们放开给我。哎呦，他们！溜溜溜，溜溜我！你也要溜？哎呦呦呦呦，我的天！哎呀！好好好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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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我的天！哎，小白，跟狗玩呢？跟狗玩，跟狗玩。我是人。好了好了，小白，我更喜欢人。你要玩？跟你要玩呢？打不赢就跑。打不赢就跑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不想跑，他们不想跑。我觉得边牧啊，就是跟人家玩的时候啊，都是一样的，喜欢转圈圈。那我这边走吧，看看我们走什么。哈哈哈哈哈！要不也给放了？好，今天是跑车上面去吧。哎，上那边跑吧，上那边跑一点点，不会跑外面去。他这个很灵敏哈。对对对，他可以碰一下，然后就跑开。来呀！那不就在这吗？这儿，就这吧。前面有鸡，我怕他们一放开就去追鸡去。这边人比较少啊，大白放开一点，跟那个利奥玩一下。因为利奥他那个他挤了一点，他那个大白因为对吧？因为利奥跟谁跑得快，跟谁跑得快。利奥可以啊。利奥。他刚在房间里也跑了特别久，他一直绕圈呢。节目啊，就喜欢绕圈圈，把我绕晕了。大白要超幸运了，来，先上了吧。要一脚，过来过来。来呀，来呀。走了走了，走了我们走了。走了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哇，利奥一下就把他超过了。你要是拼速度，那肯定是边牧厉害。大白，哇，他直接往人身上撞了。好喜欢撞人哦。
大白小时候也喜欢撞。你不撞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撞了把我撞倒了。刚才以前对吧，撞一下就慢慢把鳗鱼撞飞了。上次在扬州也是撞飞了吗？你给他吃的也挺胖的哦。你看一直在跑。累了。利奥应该不一样哈。他不影响的。他永远都不累。大白就是超级的鸡蛋，你跟他还好吗呀？超级弱。你看利奥要过来逗他，看到没有？他这不是。利奥是大白，那是超金鹿。利奥是超金圈，弄完以后他带我不动了，调戏一下大白。就在路边等着他。太好玩了。我靠！我感觉我头都有点晕了。他经常把我照晕，你说。他就好喜欢要天天跑。他就含着我的裤子就一直照。你看大白坏的不想去追了，好累。我们两个在跟牧师对吗？利奥喜欢过来挑逗一下。对，他好喜欢。摔了一跤，他好喜欢的挑逗啊，挑逗大白去追他，有没有？你要累了吗？我感觉他不累啊。不累啊，早上在房间里面都跑了好久了。小白，就来回跑。小白，压一下，就你的那个啥，相扑扑一下看看。利奥的技能就跑。小白绕圈。小白看到那个小狗，他也不会往上去压，用身体去压它。公的都是公的。大白，养一只给你玩啊，要不要？大白要去把它压着。大白成功的把利奥给它按住了啊！小心点啊，不要踩到利奥了啊！又来了！啊！你看这啥造型？啥造型？啊！嘿，这样不对的啊！啊，不对，小杨。你好，感觉认输了，不跑了。大白开心了，好久没有小伙伴玩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你看你要好会逗狗哦，好会逗。你看，你看，夹咬了。我平常一凶它，它就这样子。大白，你不要咬人家脖子。咬人家干啥？啊，它喜欢咬那个项圈。不要让它咬，你咬项圈的，它想咬。它想把项圈给它取了。别欺负人家，掉下去了。跑，打不赢就跑。打不赢就跑。跑哎呀，我头都晕了！不行！我的天！哎呦我天，太晕了！好了，别站了！头晕了！好了！下停一下，他们大白估计累了吧？哎呦，这舌头这么长，不想动了。哎呦，你看这舌头，哎呀，好乖呀、哦，乖呀！还是得跟狗狗玩才能消耗它的体力。跟人玩不行。好会玩呐、啊，你看它。大白。不能咬你，不要项圈啊！阿白，一直想咬这个项圈。大白也打滚了。好的。大白也是玩累了啊。大白要打滚就逗。都累了。这是利奥又来逗大白了。大白逗他玩。利奥的精力太旺盛了，感觉他累了，那过一会儿还能跑。对，大白。好累。又来。刚休息了一下，又来。哎跑都要摔跤了，哎呀，会超劲的，哎呦，你看他又跑这里来了。我们自己遛他的话，消耗不了他的体力。对，只能跟狗狗玩。不要那么久，别绕了，我真的头晕了。卡掉了。好了，差不多玩够了，我们去吃饭了。玩的应该都差不多累了啊。我感觉他们不累，还是我们累了。我们累了，还跑。先把狗狗给拴上，我们准备回去了。下午继续玩，下午再玩吧，我们回来再玩哈。回哪里跑？回来再玩，先休息一下。哎呦，这里好多好多大白的口水。我不要被拴。走，两个人都要被拴的，走，回去休息一会儿哈。走，我们一起吃饭去了。走了。哎呀，利奥还想跑。大白是肯定是累了。拜拜。
可以好好休息休息好，晚点再玩啊。